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最近功课好难哦，不会做了啦。加油，加油，跳高一点。哎呦，好可惜哦。姐姐，姐姐，我们最近功课越来越难了，这个连连看我不会做，你可以教我吗？姐姐，这很简单，就是数字一直连连连到大的啊。连到大，你会数吗？一二三四。我会数到十哦，一二。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那我后面就不会。后面是十一呀，十一，两个长一样的十一。好，我找到了。这还是多少？十二。对，那你再找十二，这个啊。哦，弟弟，这很简单啦，你自己想一想好不好？我还要画画，明天要交。哦，好吧。可是我还不……哎呀，真可惜。十二之后是十三，但我找不到十三了呀。弟弟，你看哥哥在看电视，很有空，对不对？嗯，去问他。哦，好。耶，收到球了，对对，加加加加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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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看了正紧张的比赛，不要那么大声啊，吓我一跳。好啦，哥哥，对不起，但我们最近功课就有一点难嘛，你可以教我吗？我看一下啦。嗯。就连连看哦，连连看这么简单，你就从数字小的连到数字大的就好啦。哥哥，我连到十三，但我找不到十四在哪里啊？你都会讲十四了，十四在这里呀，一跟四，那十四后面呢？十五啊，在这里嘛，一跟五就是十五啊。你上课是不是都没有听老师在上课啊？怎么都这么简单的就不会嘞？哦，很笨呢。嘿，哥哥。我就是不懂才问你嘛，你怎么可以骂我笨啊？你很奇怪哎。好，我要说你，你平常上课的时候也没有认真读书，所以考试都考得很烂，你太笨了。哎，你又知道我没有认真读书，我那个考试比这个难多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哥哥，你为什么那么大声跟弟弟讲话啊？他只是不会问你而已啊。姐姐，嘘，你画画要安静的画画，我跟教弟弟功课，你不要插嘴好不好？哦，拜托姐姐，你画那什么啊？头发那好像是用蓝色的，丑不拉几的。什么什么丑不拉几？哥哥，你讲话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你臭嘴巴！什么臭嘴巴？我有刷牙吧？啊，很恶心啦，哥哥。你才恶心！你才恶心！你才恶心！我决定了，我们跟哥哥切八段。哼，不理你了啦！不理你了啦！弟弟真的很幼稚哎，现在什么流行切八段，我们就留八十段啊！切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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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姐姐，你很奇怪。爸爸回来啦！爸爸，怎么了，宝贝？爸爸，我跟你说，哥哥啦，他一直在欺负我跟弟弟，很坏。爸爸去骂他啦！好好，来来来，先坐下来，先坐下来，爸爸来了解一下哦。怎么回事啊？又吵架啦！来，哥哥、姐姐、弟弟，谁要来跟爸爸说啊？爸爸，我说，就是啊，弟弟在写作业，然后他不会，他就跑来问我。可是我在画画，我明天就要交了，我没有空，就叫他去问哥哥。哥在看电视，看起来很闲很闲，一副没事的样子。结果呢，他看弟弟的作业就说：“好简单哦，你连这题都不会，你好笨。”对。然后又看我的图说：“好丑，丑不拉几，怎么画这种东西呀、啊？”爸爸，刚刚哥哥在家里就是这样子骂我们的，很坏哎。对啊，爸爸，哥哥怎么可以骂我很笨？我又没有很笨，我只是问哥哥功课而已哎。你去骂他啦，坏哥哥！什么坏哥哥？你们两个才讨厌吧？爸爸，我也要说。好吧，弟弟要我教他功课，对啊，我有教他。可能连连看这么简单，从数字小到数字大的，他只会到十，后面十一就两个一还在一起，十二就一加二，这么简单，那就是笨嘛。还有，
爸爸，你看那个姐姐画的画，那人家头发是用蓝色的啊，然后那个腮红那么大一 K， 丑不拉几的，我只是把实话讲出来而已啊。哥哥，这叫做创意好不好啊？而且弟弟哪有笨啊，他只是还小，以后长大就会了啊。对啊，你真的很奇怪哎。好了好了，姐姐弟弟，你们两个先不要生气哦，来冷静一下。哥哥，爱告状。哥哥，干嘛？哥哥，爸爸现在在跟你说话，请你转过来。哥哥，你刚刚真的有觉得姐姐的话很丑，弟弟的问题打扰到你了吗？有一点。哥哥，爸爸在跟你说话，请你看着我。哥哥啊，你知不知道你刚刚说的那些话其实很不好听哎？你想想看，如果啊你在外面有人说你长得丑，如果说你功课不好，如果说你打篮球投不进，运动神经好笨哦，好傻哦，你这个傻瓜，你心里会怎么想？我会很生气啊，他们都不懂我。哎，我都有放学的时候去练那个三分球，我才可以投得很准哎。那我一定会骂回去啊，我说拜托你们两分球都不会投，你们才笨好不好？是。哦哟，哥哥，你看看，你会很生气对不对？爸爸刚刚只是举例而已，你啊你就一直你好笨哦，你又骂回去，好像你嘴巴里面都说不出好话哎，这样讲出来的话好难听哎。姐姐跟弟弟是因为觉得哥哥很聪明啊，所以他才把话拿给你看。那弟弟也是因为这个问题不会，才拿来问哥哥啊，他们是觉得哥哥好厉害哦。可是你却说了这些话，让他们心里好受伤，好难过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听到了这些话，你自己会觉得难过，所以你说出了这些话，他们也会觉得难过，对不对？爸爸，我知道错了啦。姐姐弟弟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太凶了。没关系啦，哥哥，我要跟你说对不起啦，我刚刚也说了不好听的话。那哥哥，等一下你可以教我写作业了吗？ OK。 耶，谢谢哥哥。是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所以呢要常说好话，这样子心里才会舒服。更何况对待外面的人，我们也都要说好话，这样子别人的心里才不会觉得难过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最重要的事情啊，别人如果攻击你的话，你也用不好听的话攻击回去，这样子也是不太好的行为。来，那我们现在来练习说好话，从哥哥先开始。好。姐姐，其实我真的觉得你很会画画哦。真的吗？我记得啊，你上一次那个长颈鹿啊，你用红色的画斑点，很有创意哦。谢谢哥哥。其实呢，我觉得你打篮球的样子超帅的，我超喜欢看你打篮球的耶。哥哥，你是我心目中最棒的哥哥了，爱你哦。救命！救命！那弟弟呢？你呢？你要换你换你。我呢？我呢？我姐姐呢？每天都穿得漂漂亮的，像公主一样，我好喜欢哦。谢谢弟弟。那哥哥的话呢？哥哥很棒哦。每次我电动不会打，闯关不了的时候，哥哥都会帮我闯关成功哦。对了，哥哥。耶耶。弟弟，那爸爸呢？来称赞一下爸爸。爸爸哦，我想一下哦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有看过爸爸有特技吗？特技？什么特技啊？爸爸在煮饭炒蛋的时候，可以把蛋，哎呦，粘到天花板上面去啊！哎呀，就妈妈不在，爸爸就练习一下。那爸爸现在蛋还在上面吗？他好像昨天掉下来了。掉下来了，我好酷哦！
是啊，你们看，说好话是不是大家心情就会变得很开心？所以啊，要常说好话，好运才会来。要每天笑嘻嘻，每天说好话。对对对，我们老师也有说，不只要说好话，还要每天要日行一善哦。像上次我就有牵奶奶过马路。哦，对。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小哈哈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，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、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各位同学，一年一度的趣味竞赛要来喽！期不期待？期待！老师，老师，那这次有什么比赛项目啊？哦，这一次老师特地为大家设计了三关不同的游戏。哇，三关变难了。对，第一关呢，我们先来玩训练协调能力的“我爱乒乓球”。运动项目的我一定可以，我也可以。再来呢，第二关我们来培养一下默契，玩两人三角。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，我喜欢。好，最后一关呢，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观察力如何。观察，我们要玩看你怎么说。哦，这个蛮好的了。对对，这我们比较难的感慨。不会不会，但是呢，在玩游戏之前，我们要先来分组。老师，我们不用那么麻烦，是要怎么分组了？既然我们现在的座位就是一边男生一边女生，不如我们就这一组呢，就是一男一女的组合，怎么样？哦，不错，建议。我觉得这样很好哎。太太加香香，我们一定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阿宁配小红。我们最霓虹，没错，而且我们一定会拿到第一名，没错。我们这组才厉害，甜甜配花瓜，我们最浮夸。你们真的很浮夸，对，太 over 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跟甜甜在一起，我们这一队才是最强的。那大家呢，就要趁这段时间呢，好好的练习一下，培养一下默契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到很棒的成绩哦。好。趣味竞赛准备要开始咯，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第一关，我爱乒乓球。老师，我们这边有一二三四五，霓虹队有五颗，哇，很棒很棒，不错的啦。那甜甜跟呱呱呢？老师，我们有三颗，三颗还那么高兴？老师，我们才三颗，刚甜甜掉了很多颗啦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一定会有别人比我们烂嘛。尽力就好。那台台跟香香有几颗呢？我们这个一定强的队伍来数看看啊！好，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颗，十一颗，一定强！这一关呢，我爱乒乓球就由台台和香香队获胜。我们虽败犹荣啦，啊，我们第二名。嗯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还有下一关，赶快来进行第二关两人三角。来，第二关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最先回来的那一组就获胜了。OK， 好好，甜甜，我告诉你哦，待会啊，一是左脚，二是右脚，拜托你了。我是真的会认真。香香，我跟你说，我
们一定要让他们混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改变策略。那是什么？仔细听好了哦，我们呢是一是内角，二是外角，一是内角，二是外角。我记起来了，一定赢。好，准备好，最新回来的人就赢了。好，听小英预备备。左跟右啊，一个让你都分不清楚。关关你才讨厌，我自己有脚，你为什么要抱我？我自己可以走啊。哎，你刚刚都一直走错，人家都已经回来了，我当然赶快把你抱回来了。不要那么激动了，不要激动。对，没事没事，趣味游戏嘛，大家玩开心的。不过在这一关呢，可以得到好棒棒贴纸的是霓虹队。耶！下一段。加油。好，接下来还有第三关，大家要把握机会哦。好，第三关看你怎么说，要来考验你们的观察力如何咯。第一组霓虹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好，来加油，要考试了。好，来，好，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我爱我，我爱我。无花果，无花朵，无花果果，无花我，无花果。停下！二锤。还好，可以了，耳机拿下来。表现哇惊险，在压线最后一刻答对了一题，耳垂，好紧张哦，老师，好紧张哦，大家把握时间哦，一组只有30秒的时间哦，时间，来换下一组，好，过去 ，UROA，好，香香准备好了，第二组看你怎么说。开始，两个字，不能用手笔啊。衣服，服，衣服，服，30秒了。服，服，衣服，衣服，哇，10秒，这一题加油，好强哦。两个字，糖果。算对可以吗？耶！太棒了！两题，来，香香有两题，很棒哦。甜甜，我告诉你，我字正腔圆，我来说，你来猜。好，我跟你很有默契，我一定猜得到。加油，我相信你哦。好 ，Go！ 来，加油加油哦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准备喽！第三关看你怎么说，开始。两个字。你有说话吗？两个字。哦哈。两个字。好。杯子。哈？杯子。宝贝。杯子。呱呱。你的嘴型不对。看我。杯子。宝贝。杯子。下一题啦。下一题就。两个字。啊，两个字。双臂，清楚了，怎么办？算了啦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心。不过呢，在这一关看你怎么说，获胜的是太太队。真的蛮厉害的，真的很厉害，好棒好棒！这次的趣味竞赛好不好玩呢？好，老师好玩。老师，可是我觉得这次的趣味竞赛不公平啦，因为我的队友他三关都表现得很弱，都害我输，我都不能得到那个棒棒贴纸，我觉得不公平啦，我不想要跟甜甜一队，我刚刚都已经喊到声音沙哑了，他还再不出来，他也不知道题目怎么玩，也不知道这怎么用。好好好，没关系，呱呱你先别难过，你看你现在这么生气，讲出来的话也不是很好听，刚刚甜甜也好认真很尽力的在玩游戏，可是却被你说的好像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对，我刚刚是真的非常认真在玩游戏，是真的很认真，我不知道呱呱现在会那么生气，我想大家都看得出来吧。呱呱，老师告诉你，趣味竞赛是要让大家增进彼此同学之间的感情，训练你们的观察力啊，手眼协调的能力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。可是比赛本来就是会有输有赢嘛，我们要胜不骄，败不馁，运动家的精神才是最重要的，好吗？好。不过刚刚你讲的话，甜甜听了心里好难过哎，你要不要跟甜甜说什么呢？甜甜，对不起啦，我刚刚真的是因为太生气了，所以可能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话，我再次跟你道歉。可是我也觉得你表现得很好啊，其实你刚刚也很努力啦，我都有看在眼里，只是我真的是太想赢了。我们下次再一起加油。好，那呱呱，我们还是好朋友吧，我们还是最有默契的二人组吧。是是是，耶！好，那下一次的趣味竞赛要不要再跟甜甜一组啊？呀！哎，呱呱，好啊。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